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總結瑞士達沃斯行程，只透過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，向全世界展示和說明香港已經翻嚟，亦都在行程中向當地人介紹香港。最近幾次外訪，除了忙住同政商界領袖會面之外，我亦都找緊機會同當地嘅人介紹一下香港嘅文化、美景同埋美食，邀請佢哋嚟香港旅遊，親身感受一下呢一度嘅活力。無論天氣有幾寒冷，亦或有幾炎熱，都無阻我哋積極推廣香港嘅熱誠。陳茂波喺達沃斯同多個政商界領袖交流，亦都同印尼投資部長會面，就促進雙邊投資同貿易交換意見。陳茂波話團隊積極介紹香港嘅優勢同核心競爭力，又話喺分裂嘅世界中加強合作係各國嘅應有之義。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，憑國家嘅堅實支持，將會發揮好金融、航運中心等嘅角色，積極聯通世界，貢獻全球合作同發展。佢星期六朝早會翻返嚟本港。